爱护环境，里长带头做。新北市中和区休义里里长卢龙洲发起静溪，找来秀水、秀成、秀福三里里长，一同到秀朗桥下新店溪畔清理垃圾。里长们不分服务区域，各自带着志工团队大力响应。去年是跟秀水，今年哦，我们也有秀福，还有秀成啊，总共四个里一起来静溪，因为我们地球只有一个。我们要爱护我们的河川，来这里捡那个垃圾，给我们这里干净。这其实是我们每年都有在有的活动，就是静溪活动，就是来秀朗桥这边来净化人心。静溪活动除了四里的里长、中和龙方同济会与新版狮子会共襄盛举，防疫期间大家出来动一动，有益健康也保护环境。立委林德福表示赞同。那今天能够在秀朗桥下，尤其靠近河川来做净滩的活动，也同时让这些环保志工以及热心的里民乡亲们有机会借着这样的活动，不但是做公益，对身心健康也很有帮助。现在是那个疫情的期间，那也谢谢大家拨空出来，然后为我们环境做努力做付出。夹起的垃圾塞满好几袋，里长呼吁民众不要随地丢弃垃圾，一来污染环境，二来溪畔陡坡不好行走，对年龄较大的志工来说是体力负担。水环境评比列入里环境认证重要指标，几十位志工不怕辛苦合力清理，一起跟里长们争取好成绩。净滩成功。记者张玉科新北报道。